1月1日，张翰凌晨在社交平台发文祝福大家新年快乐，不少粉丝也在评论区为张翰送上祝福。12月31日晚，本胖在横店某寺庙看到了在50公里桃花坞中一起入住8号房的张翰、周也和孟子义。凌晨一点左右，张翰、周也和孟子义并肩从寺庙走出，看来一行人是去寺庙参拜了呀。下台阶后，周也和孟子义走在前面，张翰及工作人员悠闲跟在俩姐妹身后，一行人浩浩荡荡往停车场方向走去，周也拿着手机立在原地，似乎是给孟子义分享什么有趣的东西。此时张翰和工作人员超过周也和孟子义继续往前走，中途张翰还停下脚步等待周也和孟子义赶上来。带俩姐妹走到自己身旁，张翰才继续朝着车子方向走，走到车旁，张翰先行上车，之后周也和孟子义也一同乘上张翰车子。车子到达张翰所住小区后，三人陆续下车进张翰家休息。桃花坞8号房新年聚会怎么没看到赖冠霖呢？